而另外0403地震赈灾爱部落房屋修缮纸尿裤公益关怀捐赠活动40号在文兰基金会文兰基督长老教会办理，由国际世智会300DI 区北斗殿安慈善功德会来关怀偏乡，延续善的循环，让秀林乡更加的幸福。原住民台部落合作社理事主席王省刚主办，捐赠单位为国际世智会300DI 区北斗殿安慈善功德会，来到文兰基督长老教会来办理0403赈灾爱部落房屋修缮纸尿裤公益关怀捐赠活动。王省刚主则是相当感谢。这一次啊，就是我们世智会，然后还有北斗殿安宫，然后因为也是萧彩君顾问老师的那个安排，然后让我们可以彼此联系在一起做这次很特别的一个公益关怀活动。它不是只有单纯的物资发放哦，我们这次还有结合了关怀，然后跟告诉长者说我们到底落实了哪一些平常可以帮助所有族人的一些政策上面，还是一些政府的可以申请的福利，还是补助，还是可以疑难杂症解决他们，还有甚至我们可以上公益讲席，然后来做到一个可以让族人可以感受到我们外界其实一直有温暖的来被重视的。那我一直想要强调说，从0403开始到现在，这上个月的那个台风，那我们经历了其实很多的苦难，那现在大家都要坚强的、团结的这样子坐在这边。那除了要有感恩的心以外，那我就觉得我们继续要坚持下去，然后还是勇敢的、快乐的面对每一天。那我的工作就是好好的在这个工作政治工作上面，然后扮好自己的角色，然后掌握更多的可以协助族人的地方，然后还有政策、还有公益上面，然后全面的落实，我照顾家。照顾我的家，照顾我的家园，照顾我的家人，照顾我的族人，我族人就是我的家人。国际世智会300DI 区总监张建昌表示，0403赈灾之后，世智会持续把爱送到偏乡来关怀，花起小额捐款，然后来挹注我们需要震后的一个重振工作，还有一些物资需求、部落修整。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爱心世智会的媒介，然后今天来这边增加大家来做一个结缘，也希望我们这些捐赠能够响应我们国际世智会人道主义的宣导，来号召更多人来对于现在灾后重建的工作，大家共同来响应，共同来捐助。那我们也预祝往后这些我们原住民这些一些部落赶快的恢复应该有的生活环境，那我们希望带来更好的一个大家一个关怀。国际世智会表示，希望借由这次捐赠活动来关怀部落，继续制造延续善的循环，让秀林更加幸福。记者中央九线报道。